准备上课喽，Time for English。今天要玩的游戏呢，叫做 Hangman。Hang 呢，就是吊，或者是挂的挂。Man 是代表人。这个呢，我们会叫它吊死鬼。这个游戏叫吊死鬼，听起来很恐怖，对不对？今天选的还算是很温馨的了。OK，here we go。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它会要你去猜一个的单字，比方说这有六个的字。那一般的单字里面呢，一定都会存在什么 vowels 母音，所以我们就先从 A E I O U 来开始猜。有时候可能会有 Y 也是半母音。OK，E，A，E，OK，Here we go。我们也许继续猜下去都没有关系。Oh，OK，Maybe you，没有了。所以当你猜错一个的时候，它就会跑掉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 Merlin 老师的 M 好不好？啊，没有，来 S，P，P，全死掉了。啊，太逊了，根本没有用心。All right，好，这个字叫做 yellow 这个字呢，就是像是说我们说 high and low，high 就是高，low 就是低。比方说一个的量杯，可能你会看到这边会写上一个 h，然后这边可能会写上一个 l，啊，那这个 h 就是代表 high 最高的地方，大概是到这边。啊，low 大概就知道这个的地方，这个是 low，high and low。yellow 是黄色，像这个背景它是黄色，啊，我们可能尤其它的颜色啦，像 red 之类的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游戏呢，请你在下方 YouTube 的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留言，那我们将告诉你的一个网站在哪里可以找得到？